亚运会之前，全红婵接受了采访，谈到了与陈芋汐的竞争问题，我们来听一听。不开心，失望，不开心。回去好好练，然后下次赢回来。为什么会在新周期没那么强势了？全红婵首次谈到了发育观的问题。现在陈二林教练是我的主管教练，他以前也面临过身体发育阶段，一起攻克自己的难关。在本赛季的比赛中，全红婵虽然双人冠军拿到手软，但是单人比赛仅仅获得了世界杯加拿大站一枚金牌，最关键是世锦赛单人比赛中再次屈居亚军。反观陈芋汐，除了世界杯加拿大站获得亚军，其他关键比赛的单人项目全部夺冠，堪称目前女子十米台的王者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亚运会的女子十米台竞争依然是全红婵对阵陈芋汐，期待这场世纪大战。